喝茶，好，好茶，菊村少将的茶真的不是一般的。大帅，一定是品过天南海北的好茶，我的茶能入大帅的口，三生有幸。哎呀！千万别这样说，少将的茶才是极品呢。没错，大帅，我的茶是用富士山的雪冷冻收藏。哦，您闻闻，是不是有雪的清香？啊，果然是啊。不过我闻起来感觉这个味道特别熟悉。大帅，您去过富士山赏雪？不是，这个茶闻起来这个味道的感觉好像妙龄少女身上的一股清香啊。没想到大帅品茶也可以品出女人的香味。这不是开玩笑的，这辈子我老马什么女人没见过。想当年我老马缺德缺心眼儿，就是不缺女人跟钱呐。没错，大帅，现在只要您一挥手，钱和女人照样不缺。这可不是我说的，现在满街的女人，妓院呐、舞厅啊，那么多的漂亮美女我都不喜欢，我就是喜欢像我七姨太那样的女人。能让您如此难以忘记？你不知道的，当年她是戏班里面的刀马旦，踢枪的功夫啊出了名。如果现在还有这样的女子，算了算了算了，估计济南不会再有这样的奇女子了。是啊，玉姐，这个马占江阴险狡猾，你一个人去可不行。放心吧，小婉都知道，这不是还有你们吗？可是什么呀？你赶紧说，可是什么呀？哎呀，东方小姐也的确漂亮，但是不是马占江的那道菜呀？什么意思啊？你什么意思啊？哪儿不漂亮啊？那你跟马占江那么长时间了，你一定了解他这个喜好什么的。马占江啊，妻妾成群，他唯独对七姨太呢独享专宠。七姨太？这七姨太叫林秋，曾经是戏班子的刀马旦，他演了一出那个踢枪啊，马大帅看了以后啊，直接绑到大帅府娶为七姨太。对呀，在我的印象当中，七姨是最受宠的。哎，七姨叫得那么亲切，这枪没问题，炮都没问题。不是，我没别的意思，我说你功夫好。是吗？我没别的意思。我不过是戏班子的事儿啊，我们还得找一个人帮忙，就是咱们的方大哥。好吧，行行，都行。瞧他俩乐的。来来来，班主，唐老板，这一次我们家小玉能够登台唱戏，还多亏了您的照应啊。唐老板，真是谢谢您了。啊，坐坐坐。方老板，看您说的，小玉姑娘这身功夫我是见识过的，好，那真是绝了。小玉姑娘这次帮佟家办站台，那才是我们的福气呢。你是不知道，今天来的这帮日本人就冲着刀马旦来的。哦，小玉姑娘您忙，我陪方老板啊各处转一转啊。好，请。
啊，大少爷，不知道您满意吗？佟家班唱的戏呀、啊，我老马最爱看了。你看，你看，你看，好。立刻启程回济南。是。大帅，啊，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啊，合作愉快。来来来来来，啊，下台了啊，不好意思，我得到后台。慧慧那个小姐，下去了，下去了，失陪失陪。出去，出去，出去。哎，坐坐坐坐坐，啊，坐坐。啊，姑娘，你唱的那出戏太棒了，瞧那个踢腔，太来劲儿了，看得我老马都激动了。大帅见笑了，能为大帅表演，是小女的荣幸。我马占江从来讲话不拐弯，我就是看上你了。是吗？可是大帅身边有那么多女人，我又怎么能入得了大帅的眼呢？哎，那些货色哪能跟你比呀？大帅，你就不要拿我心太心凉啊。不信，我老马跟女人讲话从来不讲假话。走，现在就跟我回家。等等，怎么了？不走？大帅，您刚刚也说过了，我跟其他的女人不一样，如果要我进大帅的门，也得跟其他的女人不同才行。不同？你尽管说，有什么要求我一定会满足你的。此话当真？没问题，你说就是。我要明媒正娶，风风光光的进门，怎么样？哎呀，原来是这个，没问题。那我老马就给你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行了吧？嗯。
情啊。哎，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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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时候我们军队共享，城池共享，不分你我。好，大兄啊，一言为定。啊，大帅，您今天酒喝的有点多了，要注意安全呢。哎，没事，家里嘛，放心。好，那请我就告辞了。啊，请。哎，哎，我的小心肝儿啊，老马来了。你烧碗你干嘛？我想干嘛你最清楚了，你瞒了我20年，你不是我爹，你也不配做我爹，你就是我的杀父仇人，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走狗卖国贼，如果我今天不杀你，别人也不会放过你的。小婉，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小婉，我是做错了很多事情，但是你别忘了，是我把你养大，是我供你读书，我把你当成大小姐，我让你养尊处优啊。我就算做错了很多事，你也该原谅我，就好像你以前原谅我一样，不管我做错了什么，我一直都把你当成亲生女儿的。小婉，小燕子侠。哎呀，马小婉啊，马小婉，我以为只有我们坏人才搞狗贼，傻丫头，不这样的事，原来你们好人也这么干啊。你第三，还记得在火车站我跟你说过，有缘的话，我们会再见。
我们两个太有缘了。辛苦您了，盯了这么久。久仰你的大名，英雄，应该惜英雄。今天我想请你陪我玩玩，好吗？没问题，但我有一个条件，放他们走。我不走。必须走。放人。少将，这。哎，把他们都放了。多谢。你们也先撤。嘿，去。我撤。撤。学什么不好？学个鸟。请我还你了。功夫不错，但不够快。
是寻常小鸟，我是那精微复活。过往的爱恨情仇，何必再来诉说？便是黑白自由，却阻碍他死。不是私下自由，就是放心的理由。不是在回家玩忽，谎言是快乐小屋。海水其实不可恨，只恨天下不平多。道路不平天无事，人事不平就天亡。怕什么凄风苦雨，我见过风高浪狂。心似龙就像诱惑，我只爱天水一色。生命固然可贵，只要日出和日落。离别虽是悲伤，今生花开来生结。今生花开来生结果。小雨姑娘，你带兄弟们上山回山寨去，我去接应李三。方大哥，咱们人多力量大，要去就一起去。方大哥，答应我。张鹏飞，哎，你带着马小婉回山寨，其他的人跟方大哥一起去救李三。不行，菊村比武只是一个借口而已，日本人一定有埋伏。既然有埋伏，我们就更应该一起去。小玉姑娘，日本人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一网打尽。他们早就料到我们一定不会将李三一个人留下，现在正等着我们去呢。方大哥，我明白。小玉姑娘，放心吧，日本人魔高一尺，我们道高一丈，我一个人行动，目标小，不容易被发现。小玉，事不宜迟，赶快带兄弟们离开，离开这儿。快走啊，快走。方大哥，都走。方大哥，你要小心啊。走。小月，渡辺少将、配置完了しました。炎頭面が現れるのを待つだけです。奴らには兄弟の契りがある。まさにその情が奴らを殺すのだ。奴らは仲間を助けに必ず現れる。その時は奴らを一網打尽にする。はい。今夜は炎詰めの消える日だ。あ、そうだ、ペユの方はどうなっている？すでに手配済みです。命令通りあの者たちをつけています。そうか。しかし奴らは奇形百出、神出鬼没だからな。打ち漏らさぬよう十分に用心しろ。はい。Shit.
其他人出去。是，跟上。好。站住！别动！别动！司令。走吧。往哪儿走？什么意思？别动！嘿嘿嘿，到了就知道什么意思了。带走。是，走走走，快点走。都出去吧。伤我师父的这把刀，涂的不是一般的毒啊。那是什么毒？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时间了，这样赶紧想办法把这把刀拿到军医那儿验一下，查一下这把刀上到底是什么毒，咱们好有办法去找解药。还有方大哥现在生死未卜，咱们也得尽快想办法去解救他。愣着干嘛呀？走了，走啊！走。走，走。しましたか。私が手配した狙撃小部隊が間もなくジーナに着く。ああ、菊村さんは良い周到ですね。残念ながら彼らはもう役に立ちませんよ。しかし意外でした。ずっと手を焼いていた李さんがこんなにやすやすと特使の手に落ちるなんて。特使殿、あなたは誠に大日本帝国の誇りですな。それに我々は北伐軍の残党で共産党の幹部ファン・ジュンションも生き取りにした。これは大勝利と言えますな。菊村さんはさすがは天皇特使、帝国の星ですね。さあ飲みましょう。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さあ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大したことはない。中国人と向き合う一番の方法は、目には目を、
犯人はハオ。ハオとかいうやつ、日本人をたくさん殺しました。明日この手で奴を殺し、皇軍の武士たちの仇を取ります。いや、このファン・ジンファンはまだ役に立つ。奴を尋問し、共産党の G 難地下組織の重要情報を吐かせられるだけでなく、また奴を取りにしてエンズメンをおびき出すこともできる。特にエンズリーさんだ。そうすれば奴らを一網打尽にでき、根絶やしにできる。渡辺君、周到な考えだ。しかしリーさんはもう現れることはない。奴が受けた刀には猛毒が塗ってあったからな。どうやら武術の使い手エンズリーさんも、奴の死のドン・ファンバイと同じように我らの毒薬に落ちるしかないようですね。特使殿、大胆な考えが浮かびました。あなたも同意するはずです。我らはエンズリーさんがサンズの川を渡っている隙にこちらから仕掛け、エンズ名を包囲し古巣を一掃しましょう。しかし、もしリーさんが死んでなかったら。渡辺君、君の言う通りだ。敵を侮ってはならん。すぐに奴の行方を探れ。死んだと確かな情報がない限り軽率に動くな。王さんは教養人だ。誰がこんな扱いを許した。乱暴すぎる。彼を起こせ。動くな。小鬼子有本事给老子来个痛快的。刚刚说过，方先生，你是个文化人，不要老是打呀杀呀的。你应该跟我一样好好合作。我们合作，我们就是一家人，对吗？中国有句话叫言传身教，你们老是口口声声说为了人民，可你们做了多少为人民的事，而我们真正的在为你们好，所以少说多做。你放屁！你们做的这些事，无非是想在中国掠夺更多的资源，麻痹人民的神经，达到你们不可告人的目的。我告诉你，中国人不会上你们的当，不会甘心做亡国奴。方先生，这个生命很宝贵的，死很容易，活着很难，所以你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哦，对了，那个李三，他中了我的飞刀，那刀上有剧毒，无药可救了。所以方先生，我希望你好好的活着。大夫怎么样？我们检查过了你们送过来的刀，上面确实有一种毒药的残留物，这种毒药叫做风血。毒药一旦进入血液，那人体的血液就会被封锁。那你手上有解药吗？这种解药只有日本人才有，而且据我所知，整个中国也只有北平的日本医院有。想办法吧。哎，大夫，大夫。
李云飞的独门功夫留给后人。小七铁头他们应该已经继承了我的燕子门功夫，可那些只是皮毛表面，人外有人，天外有天。